幸运，也可以改100或者95。挺难的，这判在能判多，从0到5是一样的，2.5就行。打开，允许出光，我送撕开，这一打开了，改动打开了。嗯，打开了，我给你看，对。保定导出2.5/25公里，水温加大一些。确定了。现在是焊接是吧？然后再盖上，那个前期的。系统三色。手圈。这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那清晰。先上电。上电光上板卡就行了。对。系统。速度 ，speed， power， frequency， 然后 duty 不用变。是改功率和宽度就行了。然后这边是 size，